小伙子，药煎好了吗？早好了，照您的吩咐，雷儿姐姐最爱吃的点心也在里面了。小伙子，你病好点了没有？辛苦你了。你这是什么药？不准给他乱吃！你在说什么？我这是懒得跟你废话。奶奶，你别忘了，你快点走开。 哎呀，这是干什么？别打了，松手，松手啊！什么时候了？你们打我去！别打了，你们别打了！你们，哎呦，一个倒在床上，两个人缺抢药罐子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这是干什么呢？你们呢？雷儿。 雷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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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雷儿啊！雷儿啊，别睡了，雷儿啊，你醒来吧，雷儿啊，你别吓我啊，醒来吧。这是在干嘛？ 奶奶这么拼命的喊，有什么用啊？有用！快回来呀！重伤，雷儿昏迷，雷儿刚昏迷，可能还小的醒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你懂什么？ 醒了，雷儿，雷儿，你醒醒啊！雷儿，雷儿，雷儿，回来吧！雷儿，怎么活呀？你回来吧！你快醒来呀！哇，这是哪儿啊？好舒服啊！神仙住的地方吗？ 起来！我是你爹，我是你娘，在哪儿？这是在哪儿？这太奇怪了。雷儿，你赶快回去吧。你们，听话，乖，快起来！你快离开这儿吧。 醒过来，你快点醒醒，你快起床，不要再睡了。 俺呢？少镖头，还有阿玲在叫俺呢。还有那么多人惦记着俺，俺要回家，俺要回家，俺要回家。 过上好日子，俺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呢，俺不能在这儿，俺不能在这儿，俺要回家去，俺要回家去。
都给你了，求求你啊，你把那儿还给俺吧，你把那儿还给俺吧。灵儿，你倒是起来，灵儿。灵儿，你醒了，你醒过来了，真是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我回少爷，太好了。奶奶，灵儿醒过来了，灵儿醒过来了，灵儿啊！奶奶，俺醒过来了，俺醒过来了，奶奶。小祖宗，你可吓死俺了。奶奶，没事了，奶奶，俺醒过来了。俺的小宝贝儿哎！你说鬼儿怎么还不回来？爹，桂姨，怎么样？灵儿怎么样了？灵儿她昏迷不醒啊。你说什么？雷儿他，你倒是快说呀！雷儿他怎么了？你想急死我们呢？他先是昏迷不醒，后来醒过来了，我赶紧找了个大夫。那大夫怎么说？大夫说不知道，是不是雷儿体内凝结的玉气，突然鬼使神差奋力一冲，居然死里逃生，醒了过来，静养2天应该就没事了。哎呀，没事就好，那我们就放心了啊。哎，这样子。你明天带句话给雷儿，就说叫他安心休养好啊，考镖师的事先把他放在一边，等他身体好了再考啊。对，我呀现在就去厨房让他们做一点好消化的滋补的东西，待会儿啊你给他送去啊。到底雷儿刚刚怎么回事啊？雷儿奶奶在井边大喊，雷儿，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奶奶，你咋又哭了？我这不活着呢吗？你这个丫头啊，你差点没把奶奶给吓死，心里有事儿，还强撑着脸哭，说你什么好啊？奶奶，俺差点从鬼门关走一遭，明白了好多事儿，俺以后再也不会这样胡思乱想了。你要真那么想，倒好了。俺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。俺之前都在干什么呀？那么糟蹋自己，从小到大都被别人笑成是怪物。是您教俺要争气，如果就这么死了，不被大家笑话死了。总算你这么想了。俺现在想。俺以后一定要当上镖师。不，是一定要当镖头，让那些喜欢俺、不喜欢俺、瞧得起俺、瞧不起俺的人都看到俺的出息。俺这一辈子绝对不能白活着。说得好，这才是俺们雷家孩子该说的话呀。奶奶，你放心吧，少表头的事儿。奶奶，哎呀，少表头，你桂姨怕您操劳，让厨房做了一点吃的。哎呀，这太客气了，少表头，
您坐。哦，您请。觉得怎么样？如果不舒服的话，我去请大夫来。现在已经好多了，过两天就能回镖局了。你先别那么着急，爹让我带个话给你。考镖师的事情以后再说，你现在呢，不要操心其他事了。那个少镖头，哎呀，多谢你，还亲自跑一趟。这天色不早了，你就先回去吧。对啊，天色不早了，你也该休息了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莲儿，听话，好好静养啊。慢走。哎，不送了啊。奶奶，你干啥赶走少镖头？你好不容易下了大志气，安排你见着他，就什么都忘了。奶奶，你放心吧，只要是雷儿决定的事，俺就一定能做到的。少镖头的事，俺一定能放手，俺一定能做到。好。是少镖头吧？蔡师傅，你听出来了？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小意思。啊，找我来，是不是让我给雷儿再做点补的？没错，我想让你做一些滋补的东西。大夫说他的气血太弱了。这皇宫御膳倒是有不少滋补强身的药膳。这皇上大病初愈呀。啊？你居然把雷儿当成皇上来伺候啊？那可真要谢谢你了。药好了吗？啊，已经煎好了，都给您装好了。给雷儿的。嗯，别拿一些来路不明的偏方就随便给他吃。这是秘方，你懂啥呀？是药三分毒，还是让他食补？我已经让蔡师傅给雷儿做药膳了，我劝你就省省吧。光吃菜得补到啥时候？还是我的药好。你药和药膳同时服用，可以互补的，对雷儿最好不过，不碍事的。出去说。你想跟我说什么？你别再招惹雷儿了。这算什么意思？雷儿好不容易才恢复，你别再招惹他什么了。别忘了，你是快成亲的人了。你这话怎么说的？你把我，你把雷儿都想成是什么样的人了？再说了，难道是我害他变成那个样子的吗？那天他出事的时候，你明明在场，你教了他什么，害得他走火入魔？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怪你呢，你都反过来说起我来了，还不是因为……你想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总之，你别再假惺惺的对他好了。哼，我对雷儿好是我和他的事，你根本没有资格来评价。我只是把雷儿当成好妹妹，我现在要关心她，我将来还是会关心她。听着，你根本阻止不了。别的我不得舍，你再要伤害他，我绝饶不了你。哼！什么意思？义父，你来了。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已经到手了。啊！你想怎么样？没有。
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我已经替你拿到了这块月光币，问镖局拿宝盒和剩下的玉也已经顺理成章了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姐弟是不是可以功成身退了？暂时还退不得。为什么？你要的东西也算是到手了，我们姐弟也对你帮不上别的忙了。我怎么知道这块月光币就是我找了20年的那块呢？这的的确确是我亲手从王爷身上弄到的，月娘不敢对你有半点欺瞒。我知道你不会，可是你会以假换真，难道王爷就不能吗？这况且就算这是真的，也不知萧定邦肯不肯就凭这块夜光币交出宝盒来。你们要贸然走了，他们必然生疑，我不想多生枝节，一切等我拿到宝盒再说吧。可是姐姐，你们跟我几年了？自从您在水灾时救了我和姐姐，也快10年了。十年都过来了，再多待个几天就等不及了吗？我们的性命是您救的，这10年来你对我们尽心照顾，还教了小猴子一身好功夫，您对我们的大恩大德我们没齿难忘。你有什么尽管吩咐，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再提离开的事。我知道你会明白道理的，你也放心，只要宝盒顺利到手，你们姐弟俩就自由了。是，多谢义父。山丫头，哎，这是给你吃的，谢谢。哎，你现在已经能下地了。嗯，俺现在都能下地走路了，赶紧坐会儿吧。啊。哎，奶奶呢？啊，她出去帮忙去了。啊。你别再招惹他什么了，记住，你是快成亲的人。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对雷儿？俺已经答应了自己要放下，邵镖客是来帮俺的。俺要是还这么胡思乱想，那就是辜负了他的一片好心，也对不起自己的志气。是不是好兄弟啊？要是好兄弟的话，就帮俺赶紧办一春点吧。你怎么突然换称呼了？因为俺就是把你当成兄弟看嘛。嗯，的确是不能让我的好兄弟把功课给耽误了，是不是？对了，我有一个好办法来备春点。啥办法？别看册子了，我们到街上去，看到什么就备什么，肯定比干巴巴的背书要快得多。嗯，这个办法新鲜啊。那你最爱吃的是什么？白面馒头啊，咋啦？哦，我觉得为了让你记得更牢呢，我们要有奖有成。在我数到五之前，你能够对得上春点，那我就输你一个白面馒头。如果你对不上来，那你就输一个三明治给我。不行不行，白面馒头对三明治，那俺不亏了。不过就是赌我们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嘛。难道说，你是害怕了，输不起？怕？谁说的？俺都敢当镖师了，俺还怕啥？那你敢不敢现在就去？走，现在就走。走吧。走。山外头，快点走。呀，奶奶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？俺和校镖头去备春点去。走吧，校镖头。嗯。哎，备春点儿。干嘛出去背啊？就上大街转转，雷儿他不能老是待在家里，要让他活动活动。有我在，你老就放心吧。嗯，就是因为有你在，俺才不放心呢。啊？行，走吧，少镖头，走。哎，别费神啊！奶奶，你放心吧，俺没事了。走吧。哎呦，这小丫头，要真想得开，那就好了。哎呦。
先对一个简单点的，穿的是谁家的衣？五、四、三、二，穿的是朋友的衣。得一个馒头。那接下来，吃的是谁家的饭？五、四，吃的是朋友的饭。再得一个馒头。啊，不错，这都是常用套语，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是习武之人，出来行走江湖呢，要以江湖义气为重。是这样啊，那俺是不是又得了一个白面馒头啊？哎，少不了你的，我们暂时先记下，待会儿跟你一起算。嗯，奶奶，雷儿在吗？哎呦，你又来晚了一步，他和少镖头背春点儿去了。上上板桥，这个俺知道。上府首饰，货物点睛，众家兄弟器械随身，这回俺说对了吧？是不是又得了个白面馒头？可是刚才呢，我已经数完了，这次应该是你输给我。为什么不算？刚才那个俺没有听清楚。什么？那你知道这话是在什么时候用的吗？这个时候是走水镖在船上说的。哟，挺厉害的啊，这么短的时间记住这么多。那当然了，那又得到一个白面馒头了。是。奶奶，俺回来了。你这个死丫头，怎么才回来啊？俺给你带好东西了。这哪是备春点啊，这当馒头铺打劫去了呀。这是俺被春点带回来了，赶紧送到吃饭人呢。还是省着留以后再吃吧。奶奶，咱们以后有的是吃馒头的好日子。咱们错了呀，如果俺吃给你看，别让你看着俺吃。哎呀，死丫头，死丫头。哎，合着我一个都没落着吃啊。知道说笑话，这还真没事了。俺当然没事了。俺还到处走呢，明天俺们回郊局，俺爸还有五块补回来。俺爸快坐着吧。哎，俺得吃药去，吃自己吧。哎呀，家人，哎呀，好，家人呀，哎呀，大家好，俺们回来啦！回来了！太好了！二爷爷，总镖头，总镖头，一听到这么热闹，就知道是你回来了。俺回来了。哎，怎么不多待几天呢？俺想活动活动筋骨，这样好的还快一些。你要能练功了也好，不过不能再瞎练了啊。放心吧，总镖头，我知道。考镖师的事情，我看可以再缓一缓。我不希望你又因为赶着要考试，又出什么事儿。总镖头，您已经宽限过俺的时间了，这次就按照说好的时间来定吧。您放心。俺从鬼门关也走了一趟回来了，再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糊涂，那么冲动了。但是考试就是考试，该啥时候考就要啥时候考，就像咱们走镖一样，该什么时候送到就要啥时候送到。如果永远拖拖拉拉的，不按照计划来行动的话，那一辈子不会有什么出息的。说得好，想不到你生了一场病，倒有这样的礼物啊。这个啊，总镖头，这阿良是俺叫回来的，让他帮着俺练功。阿良，哎，你好好看着雷儿哦。是。干啥呀？你也不过来指导指导俺的动作。记住啊，出拳不要犹豫。可是俺怕那样打，俺打不准啊。别顾忌那么多，要舍得，要放得开，直接打出去就行。那俺再试试。真的，
俺发现了，其实做人跟打拳是一样的，不要顾虑，直接一点，要舍得，要放得开。俺现在总算是明白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把自己逼在死胡同里了。好，继续练，来。手啊，用力！出拳，使劲儿！还是更讨厌了，可是我就是亲了他，我现在脑袋发晕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不该干这个事，往后该怎么面对他呢？我要跟他道歉，就算他打我、伤我、骂我，我也要跟他道歉。人呢？他真的生气走了，怎么办？我该不该找他？还是……哟，回来了，功夫练得怎么样？没被别人笑话吧？嗯，咋的了？嗯，没啥。呀，你不会是又失心疯了吧？啥失心疯啊？那叫走火入魔。啊？哎，不对不对，没啥，俺不想说了。是吗？嗯，就是有点累，先去睡了。啊，好。亚郎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亲了就跑，想揍他都逮不到。他对安的心思以前也不是没有提过，可是现在这又算什么呢？不是说睡了吗？又折腾啥呢？马上就睡了。就是，俺自己瞎折腾个什么劲儿啊！明天见了面就知道了。俺现在心思啊，不是放在这上面的。哎，好好吃了饭再走。今天是考镖师的日子，俺怕迟到了。哎呀，就是知道你考镖师，才让你多吃点儿，塞饱了有精神。嗯，那路上吃了，走了。这孩子，阿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人呢？哼，他进来，反倒是他进了俺就跑，难道是怕俺讹上他不成？这个混蛋土匪，把俺当成什么人了？俺才不稀罕你呢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应该和他道歉的，看看为什么见他就跑呢？
信义镖局镖师甄选文试开始。现在我们开始第一轮的文试，你听好了，我们走陆路标的时候，要是碰到了陆林之人该怎么办？他一定是太紧张了。算了，我来出第二题的题目。出外走镖，晚上住客栈该怎么说？是拿弯路。不是，说错了，是八仙啊，也不对，难不成是一路跟帮走？怎么这样说？这脑子怎么关键时刻就是想不起来了呢？爹，还是换我来出题吧。你出题？啊，其实我们走镖用春点，主要就是用来应对讲话的。我看不如换个方式来考考他。好吧，你来吧。是。雷儿，你仔细听好了，我数到五以内，你必须回答出来，行吗？俺准备好了。你靠的是哪座山？我靠的是四大名山。那何为四大名山？朋友义气，金山、银山。我视朋友重为泰山，相会如到梁山。那你守的是什么海？我守的是江湖大海，与朋友交合为四海。此为坐山守海者，他人若是路上朋友，顺风刮去，便不在此寻找；若不是路上朋友，必在此寻找。依我说，趁早刮去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若是不走，再想再走的话，寸步难行。道念有青龙，切念有猛虎，阳念有高山，默念有水如大海，上有天罗，下有众家兄弟，一齐将你拿住，送到当官，到时你可别后悔。说得好。开心馒头，总算是过了这关了。